咻过去了。好听吗？好听。还、啊、要买哦。有买了。不买没关系，放在心上，终有一天你会遇到原住民，我相信。然后也因为常常做这样母语创作的表演，很感谢有些长官他提拔我，带我出国，像为国争光啊，看起来只是去那边唱唱歌，给很多国家不一样的人听到，台湾有不一样的声音。这几年常去日本，月底也要再去一次日本。十月份还要再带部落小朋友再去一次日本，很近啊！哦，去日本坐飞机三个小时就到东京了，到道都兰坐火车要六个小时，都兰比日本还要远，我觉得回去都兰比较难。不过也因为有机会去日本，然后我就跟了一个也是一个日本的作家，叫做青木由香 Haruki Yuka， 我跟他分享我的另外一种心情。当我想到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的时候，因为家里的需要来到台北开始工作，就是只会母语不会讲中文的原住民，那时候应该很像现在的外劳一样，就好像我那时候去日本唱歌的时候，有一句日文也都不太会讲，只会讲阿里嘎多，谢谢，简单的这样子，都不太，就觉得在外地工作实在是，尤其是语言真的不同的时候，那个心情真的很难形容，总有一点点孤单。当然为了梦想也是愿意继续打拼。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优卡，我就帮我写了这首歌，谢谢每一个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，干嘛的哟，加油啊！这首是用日文来唱的，这首歌叫 Solo， 献给各位。先の空
假使期望一步一步离去，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步一步離去、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。風の行く手透ける雲、離れた人、今を感じてずっと刻む。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歩の虹、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。怕误会，但我会讲中文。穿严正文的衣服唱日文，好酷哦！会吗？会。好吧，你们没有人点头。会啊。哎，你们好冷静哦，有酒啦，在那边呢，还有咖啡在那里，聊聊天嘛，交交朋友。难得假日出来，心情应该很好。